十年前，我们的变流器效率为 90%， 今日达 98%， 仅差物理上的极限即可达 100%。在 SMA 工作的一项特点是对我们的设计、制作过程及技术有着共同承诺。SMA 是一个全球性的操作者，我们在四大洲拥有九家子公司。太阳能发电未来的成功，在于对技术上更有效率，更符合成本效益，甚至比现在更为简易。太阳之能量具有无限潜力的资源。太阳能发电技术使阳光转换为电能，并在未来的生活上提供大部分的能源，其中 SMA 变流器是一个重要的关键。 SMA solar inverters are a crucial part of both。 变流器是每一个太阳能发电的心脏，它能转换由太阳能板所产生之直流电，使可以与交流电相容输送，并允许与市电并联。在转换过程中，其非常重要的是让能量损失降到最低，而这也是 SMA Sunny Boy 变流器显著的特性。SMA 在创新的速度上是可被衡量的。我们的目标是每五到六年在市场上推出新的产品。有数百位工程师在 SMA 里实现宏伟目标，并进一步推进在太阳能技术上的成功。那就是将效率从 96% 提高至 98%， 这在变流器中是一项关键性的发展。在太阳能的效益上，效率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影响，这也是目前在任何量产商品上能无法达成的目标。在软体开发方面，逐渐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，也是 SMA 持续创新开发的新指标。在未来几年，市场对太阳能技术及产品成长将非常迅速。我们定位自己要灵活，并达到满足这个快速发展的市场。我们的目标是组织我们的生产线，使我们能够在任何时间能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。在此时，生产时间设置在30秒，那表示每30秒即产出一台变流器。去年，我们能够生产10亿瓦的变流器，我们对此感到骄傲，无人可以到达。同时，我们也学习到市场成长是难以预估的。为了能因应需求以调整生产，灵活性是我们最大的原则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决定建立一个新工厂，在那里我们将能在一年生产3亿瓦的变流器。SMA 是世界最大的变流器制造商，我们制造之产品涵盖范围由千瓦至兆瓦。无论是并网或独立型的应用，不管模板的样式，皆可相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提供服务给世界各地的客户。That's why we can provide any customer worldwide the right solar inverter for their solar project.
你不单只是购买一个产品，你是在投资一个20年以上的太阳能计划。 SMA 变流器是你值得信赖的品牌。技术领先显然是我们的战略目标，那很有趣，因为我们有一个 SMA 企业文化，使得它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共同努力、合作及创造性，并建立新的发展速度，且远远超过其他竞争对手。